嗨，各位观众，你们的好，我叫云昌臭。小兄，快点啊！快点，快点！啊、我的表演艺术有一股很浓厚、很浓厚的热情。我是在霹雳州出生，我在霹雳州受教育。来了新加坡以后啊，经历非常丰富，演戏啦，找工作啦，还娶了一个漂亮的老婆啦，现在有三个孩子。四个孙，我自己都羡慕我自己了。开始的时候，我是参加了琼瑶会馆主办的琼瑶话剧组，而这个话剧组呢，通常是给新加坡电台录制一些广播剧。那个时候我们没有电视，这广播剧呢，是当时啊很受观众欢迎的一种娱乐节目。李大侠讲故事时间还没到啊，咖啡店坐满了，就等着他。王献咁多女人，哇，乜咁靓噶？你又似嗰条衰公啊？那广播剧的录音啊，哎呀，我印象深刻。整个影棚啊，堆满了一些各式各样的道具了，可以给我们用了。第一场现在开始。哎，武侠的很好玩哦，打架的时候就是用两只铁管啊。叮叮当当，当当叮当，叮叮当当。我杀你，你杀我，杀来杀去的，很刺激的，很好玩的。后来呢，综艺机构要开始拍电影，所以成功录取拍了两个戏，一个就是《一家之主》，另外一个就是《荒唐世家》。香港人又来这边拍了一个电影，都是黑白的，叫做。走得快好世界，也就是走得快好世界。当时有迪波拉，有卢海鹏，有陈慧敏参与这个戏的演出。我也拍过一个英国人来这边拍的电影，他的名字叫做《Journey to the West》，就是说《西游记》。我整个戏拍了两天半，我只有一句台词。两天半他们给我7500，哎呀！我如果活在那个时代，我如果是活在那个地方，我现在是亿万富翁了。I'm sorry, I can't attend your birthday dinner tonight. It's okay. You have to go. You have to go. Only your business will fail. 哎呀 ，she just jealous. You're going overseas. 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相信，我一个人可以讲6-7种方言，广东话嘛，你问我乜嘢我都可以同你讲。福建话嘛，写晒会说话人。潮州话嘛是会使，海南话那就不用讲了，我家去越南人。黑话也黑人咯，马来话也可以。阿古本阿拉拼命说，说啊，布莱尤米啊 ，TV 李达比，巴呀 short， 巴呀短的说句，你怎么讲？到，那后来呢？电视台要发展华语戏剧，就。有联邦人主办了一个演员训练班，当时啊，梁天啦、钱志刚啦、戴鹏啦，还有韩延元啦，都是我们同一个时期的学员。不过到现在呢，只留下我一个人还在这个戏剧组活动了。这个训练完了以后嘛，我们就开始演戏了。Roll camera, action。当时拍戏嘛，就没有简介的，整场戏一个镜头。就是演员跑到哪里，摄影师就要跟着到哪里，所以我们当时拍这个戏压力也很大，演员必须能够把台词消化到底，你不能中间有螺丝，你不能忘记台词的，你忘记台词整个戏就cut，又重新再来了。那后来呢，我们电视台的华文戏剧啊进步到彩色的了，香港人那边人来的时候有梁丽人啦、啊，有江龙啦、啊，有欧医生这些人啦、啊。我们跟他们合作，由他们制作的第一个戏就是《斯里达》，《斯里达命案》。快快快跑！我这是带来的料，德国货来的，你仔细看。
环境很好，之后我们又继续拍了很多很多了。天气热，喝点啤酒解渴。听说刚才电视直播的时候看到你了，可惜我家里头没有电视机。我那个时代啊，我坦白的告诉你们了，我一个人加三部戏，早班、午班、晚班。我是去到哪里睡到哪里，没有休息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到底挑好了没有？我站的腿都酸了。我很喜欢的就是燃烧的岁月，是跟电视剧的事后曾慧芬还有李慧燕演，这两个女孩子跟我的演戏是很有默契的。啊，我肚子饿了，我先到对面去喝杯茶。还有一个就是咖啡屋，啊，这个戏啊，哎呦，在当年是很轰动，我听说收视率是超过100万的。吴院长，热舞台来了哈。刘军，哎，老莫，你别这么紧张嘛。我总共从1984年到1994年，签了10年的在电视台，没有签约以后，我们就是靠着不投算了。不投算的话，我有很多的自由了。我除了做那个我自己的生意，以前是印刷生意啦，啊，不做印刷生意，我还有别的可以做，我没有停下来的，我一直来，从年轻到老都是2份3份工作一起来。演戏是我的最爱了，坦白讲，为了演戏，我从来没有说累的。我的人生几十年了，我演戏几十年，我承认我很即兴，我很即兴，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，我还是那么的蓬勃，我还是那么的积极，所以这就是我的人生了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